对啊，我每次都看到说什么，错过了，没看到，哎呦，卡，对啊，所以在开场的时候有讲一下。还有谁？看有没有雷神视角哈。哦，最主要也是因为我这2、3个礼拜一直没有影片出，所以来参加，也不算公三了。要不然其实这时候我也在想我要干嘛？他们在干嘛？拿了我的装备，呦，感觉是被压到，被杜鱼咬到。来玩那个无聊的配音。现在小雨说："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剩2滴血，我来做个鞋子好了。"是吗？你是要做鞋子吗？你看，我做了一个漂漂亮亮的鞋子了。那、现在要做斧头了，是不是？没有。好，2滴血，小雨将会决定怎么走呢？哎呦呦，我怎么有点卡、怎么死了？那、就死掉啦，有什么办法？哎呦，我会卡对不对？我超卡，我也没有开什么啊，我设定是关，没有关。诶，会不会我刚刚倒岩浆也是因为卡了一下，然后打开了包包？咦，没有啦，找借口。看小雨的话。我靠！哇哇哇！Moco，你需要盾啊！Moco，这样很危险啊！我这么死了、打输人家，打架的时候一直按到一键，一直打开包包想跟人家硬干，不行啊，要从一个游戏习惯另外游戏又好烦哦，对啊，打架打输了，我太依赖岩浆桶了，明明用斧头就好的，太依赖岩浆桶。我对不起大家，没让大家看到好看的画面。所以你说什么啦？你闭嘴啦！这也不雷啊。还有哪一队嘞？看一下，阿基这一队。哎，同一队。那集我们这一队的，卡卡卡卡卡。都有点可怜，是有点呐、因为那集就不太会 PVP 啊，一拳我也没有刚分队的时候嘴巴张超大的，我就说哇不，
而且一开始的目标其实是蹲蹲，就一挖开就看到那个玉米，好吧，只能选一边了。原本山上想带超多岩浆桶，就沿路倒，先引到那种很狭窄的地方，然后现在起头倒一个，然后再折返跑回去，再倒一个，夹在中间，完美。我视野距离开太高啊！对啊，我主播可是好无聊哦，主播想开小游戏来玩，哈哈。哎，我感觉我的电脑快坏了哎，我不止玩《风之谷》会开始卡，玩 Mac 也开始卡了。我玩《风之谷》是五秒画面突然卡一下，五秒卡一下。昨天更新 Windows 之后变这样子，有没有办法回溯啊？让它不要更新啊，回到上一个版本。对啊，我觉得我电脑是快爆啦。哦，送钻石那还好啦，小事小事，又不是没人送过。我昨天玩画册有卡吗？我是玩完之后才更新的啊。我昨天晚上几点啊？半夜2点更新。你也更新完，仿佛你也是哦。所以维恩，你也是哦。你更新完之后，唉，快气死！为什么有时候看聊天室都这样？刚刚看。有没有更新驱动啊？又该更新都更新了啊，驱动哪更新啊？可是我要关台才能去更新吧？现在更新你们看屁呀、啊？我有更新显卡更新了嘛？然后还有什么？嗯，也没有什么了、欸。Win10 问题很多，我跟你讲，很多 Win10 都没有问题，是昨天更新出问题。平时都是一堆的没 Win10 问题一大堆，对啊。就框会卡啊，烦躁。我靠，我这风之谷玩一玩，玩到火大，就是直接关掉了。嘣！有我的粉，黑鱼哦，在哪里？你可以盖好看一点吗？干嘛？
不是啊，之前我理论上都是不太爱更新那些东西的，可是有几次没更新就被兔子骂啊，人家更新你就是要更新啊，啊我就是怕很多时候就是，常常都是一更新马上就是完蛋的那一种，啊但是不更新就是很多像作业系统啊，都跟别人不一样啊，界面呐、啊。然后有时候可能问个东西在哪里，啊就讲东讲西，听不懂。为什么聊天室每次都要切画面才能按啊？会不更新，结果 Win 是喷我取消费用。对啊，他那时候就是我们昨天画拆画完之后。我昨天画拆画完之后去就关掉了嘛，说我去忙了，就忙到一半，突然右下角跳出一个什么今天什么更新，我感觉就是我干，怎么好像也很严重的东西，好吧，就更新了，就跟下去我就完蛋了。哎，你那个讲话一直。挂号什么的，我真的觉得你这样讲话很不尊重人哦，很没礼貌哦。你是不是国小生啊？如果不是的话，那你的个性一定是国小，幼稚，一直在讲人家挂号，然后猪啊、雷神啊、牛啊，看了就讨厌，不准你在我这边打字，走开。哦，那种刺激。哎、欸，很近了呢，他们是不是有看到啊？有看到哎、欸，这是谁啊？D 什么？这个吗？卡！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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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感感谢我谢还汤在。德，哇，感谢汤德。就只有你还在哎、欸，哇，好卡哦，的妈！怎么会这样？Win 十，你怎么了？不能关呐、啊，我看一下还有什么可以关哈。我没东西可以关了哎、欸，我只剩 OBS 跟麦块可以关掉哎、欸。超惨！我刚是没有感受到我在玩的过程有没有卡啦，感觉是没有，我只是，对啊，就是攻击不知道为什么要打开包包啦，为什么要拿铲子打怪啊？哦，哦，那、啊、你早点让他爆就好了啊，还想踩 TNT 呀、啊、哈？哇，不行，我觉得真的不是借口，我觉得卡也是打输的原因，哈哈哈。哎，这届大家都不喜欢来地表玩哦，卢米的血也没了，哇，看一下，究竟是卢米当雷神还是小鱼当雷神？通通关掉，哎，不是，我觉得到底什么问题啊？我当然不可能关呐、啊！还是你们想听什么？现在趁没有第二、没有赛评、没有第二主播，你们问什么就来聊什么吧。而且有 Q&A 还没弄诶、欸，我 QA 本来是要拍要用，可是我一回到家就整个累倒。我想想哦，我礼拜一半夜回到家。隔天就睡到了中午，哎，下午，然后再隔天又睡到下午，晚上就是没什么动力，就不知道为什么太累了，不知道怎么办，哇！电脑本身吗？
没有，不是电脑本身的问题，就电脑还蛮硬的啊，可是不能再换了啊，再换电脑的话，我手机就没钱换了。我想说这飞框也太特别了吧，是直接通死路的飞框欸。然后就是有一次接了兔子的 LINE 的电话，然后我的荧幕的大小声本来可以用什么耳机上面的大小声来调。可是就是打那通电话之后就调不了了。你真的没有勇气去认我，那就损失这个机会喽。我每次只要看到那个 CWT 嘛，有人拿着类似手机或者是笔记本要来抢。